好，接下来应该就是易烊千玺出场。每次在我前面打都是用你们不吸烟的承诺来迎接千玺的到场，好吗？现在将要从里边走出来的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超人气偶像组合 TFBOYS 当中备受大家喜爱的易烊千玺，有请千玺。可以吗？温润少年却有着惊人的爆发力，全能小哥的特质让人着迷，近年来更是在影视领域崭露头角，多部作品好。这边。哇。让我们欢迎在我欢迎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修炼青春，竟冉冉升起，粉丝们的热情实在是令我印象深刻。好，请千玺在背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谢谢千玺，请到那场稍事休息，我们一会儿见。千玺你好，请，我们现在正在直播，请和粉丝们打个招呼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我们在直播。谢谢。来，有事，王爱总，没有沟通过直播，好不好？我被赶出来了，大家不要灰心啊。你好，让我过去一下好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那个工作人员，是世卫的工作人员，我们今天是有直播的。艺人这边就没沟通，是在好吧？那我们现在用世界卫生组织的账号正在直播。你现在需要世卫的工作人员，可以给的小礼物。现在这个请不行，对，直播这还是直播的。是在一直播的，对，一直播的这个可以。但是我之前有跟你们说过，这个关闭你们的那个功能关，对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已经，但是你看还是在刷的一个状态。大家稍微等一下哈，我来沟通一下，解决一下现场的情况，以便给大家一个最好的视角，好不好？怎么来关？小林。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也稍安勿躁，我们的活动即将开始。这边的工作人员听从我们安保人员的安排。哎，你好，秦胜好。我可能离得最近的就应该是这个地方。好，请大家听从安保人员的安排，稍微后边站一下。往后退一下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咱们往后退一下啊。你好，咱们稍微往后，退一下。来，往后站点，谢谢。大家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大家配合一下，往后走一点。你好，你也是。对，工作人员，不是，那你现在能不能重新过来再退一次？我们提前已经讲过了，我们是不能放。我站这边吧，我站这边。来，你们可以往正后面去，可以往正后面去。或者比如说。